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，就是想通过这一次机会，来给自己的人生，或者是给自己的梦想，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心里其实有时候很矛盾的，就是又想叫他好，但是看着他那么辛苦，心又辛苦。你如果这十来年你不好好学习，不好好读书，你长大以后，那你以后更辛苦。当妈妈的、奶奶的、外婆的，他们就是和我一样的，就是提着饭盒，各式各样的啊。有的提的小马扎的、小凳子的、小桌子的都有，因为他们是在校门外吃。妈妈其实特别的不容易，特别的感谢她，真的。很少能睡，能睡那个，就是说，每一天就感觉到那个枪头好大，睡不醒的那种感觉。现在我也不会给他这么压力，我就讲，尽力就好。